Good morning, Jesus. 耶稣哥早，兄弟姐妹大家嘛好早。下早起，让咱三个做过来看《路加福音》一章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。耶稣仰头观看，见财主将伊的官衔卸离库房内面，佮看见一个善官夫，伊也卸了两身钱，就讲我是在甲恁讲，这个官夫所献的比正人佫较济，因为正人拢是将家己有剩的摕出来卸离这个库房内面。但是这个官夫是家己无够额的，将家己生活的拢总吃起来了。兄弟姊妹，耶稣基督的算数，甲咱是完全无相像的。两仙钱大概是迄当时工人一工的差不多60%，虽然是真正美色，但是对着这个善官夫来讲，却是伊生活中间的全部。伊带着感恩的心，也是献祭一年来到殿内面，将着伊家己有诶完全的献上。耶稣伫这个所在，伊俄罗伊讲，伊所献的比正人搁较侪。兄弟姊妹，耶稣伫这个所在俄罗的是伊敬畏的心。每一遍当咱咧看周伯孙，有当时咱拢是看迄个报告的部分啊，啥物人搁奉献偌侪，啥物人奉献偌侪。兄弟姊妹，咱爱留意。上帝给咱多，伊爱要求咱的就较多。咱上帝给咱少的，然后咱奉献的也较少。唔是因为迄个钱金额，乃是因为咱的心境。做咱的产业拢总无受伤，无论多无论少，只要咱真心知影，咱需要做一个好管家，咱会当讨主的欢喜。咱若做多，咱做少，咱奉献多，奉献少。咱无论如何拢带着一个敬畏心的时阵，我相信拢是主所悦纳的。所以恳求主能帮助着咱，我们每一遍咧奉献的时阵，每一遍咱咧为主来做工的时阵，咱每一遍咱愿意来到主的面前，将家己完全献乎伊的时阵，咱是一个真实的敬拜，都参照这个官夫同款。上帝通过着伊家己的话语。通过着耶稣基督伫这个所在，予咱看见的兄弟姊妹，咱究竟是财主，还是一个善官夫的心呢？做个啥个来祈祷？特别上帝感谢你，通过着这段圣经的中间，阮知阮奉献的，唔是看数字，乃是看到阮家己对你的心意。愿主能帮助着阮每一个人，好好通过这段圣经来测验。主虽然伫人的眼光来看，阮无够格。但是在你的里面，你看见着阮对着你的敬畏的灵，主啊，我感谢你，让阮会当在你的里面有机会来服侍你，来服侍着众人。愿上帝能继续引出阮新的一日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祈祷，阿门。亲爱的姊妹，愿上帝赐福你家里的一家。